不啊，你来领导吗？啊，可以吧？对。正常发挥啦。那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什么？化妆啊。跟我一样。没办法啊，化妆老师就很耐当哦。就。嗯嘞。你有发现那个吗？时钟吗？没在动。对，没在动。啊，不然你去装电池给他看嘛。你有看你的空间吗？白痴，你没有装电池啊？刚刚没动啊。我们赶快无行。这颗哦，没电的了。没电池啊，要不然我们自己再做一颗。啊，你会吗？会啦，一定会啊。哦，也是啊，化工科的啊，不会，靠什么吃饭？你不知道做电池对吧？你会要怎么做？来啊，我教你。来，我们的阳极啊，铝啊，来。啊，干嘛？你这。小宝宝啊！哦，不宝宝呀！哎，哦，磨好了，你检查一下。磨得很棒。好，再来换我们那个电解质层。这个，这就是我们电解质层。我用那个。所以把你的零分考卷泡烂。我的零分考卷怎么在这里？啊，没办法啊，你就把它丢在垃圾桶，我就把它拿起来用啊。哦，也是啦，回收再利用。你就外面装一点水，我就泡点盐水。OK OK。来，实验。您下课了没？没。溶解之后，你把它加一点在上面，那有点湿湿的，一点点就好了，不要太湿，不然会漏水了。然后阳极电解质，等下再加一个阴极呢，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电池。我们阴极要自己做好，是细胶铁网啊。啊，铁网是干嘛的？铁网就是要把那个碳那个支撑啊。哦。好，我的碳粉。宝一龙。宝一龙球怎么来的？宝一龙就是我们去年那个教师不知剩的。可以耶，废物利用嘛。必须的。然后呢？再拿出一个烧杯。还有乙酸乙酯。我把你全丢进去。然后加一点乙酸乙酯。然后呢，搅拌一下，然后呢，碳粉，加一点进来。再搅拌，然后倒到我们的铁网上面。等它干，然后铺均匀。好，现在我们碳极干，我把它拿起来。然后我们阳极的铝箔，电解质层的废弃纸片，跟我们阴极的碳，把它组合起来。然后呢？拿电线把它夹起来，然后阴极把它接好，接好之后测试一下，我们电压可以到450毫安培。电压可以到1.1伏特。
我测试完之后，我们再装上时钟测试，能不能使用？是会动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关正常的使用。